第四组片语是要说明让步的。让步的片语最常用的是用 despite 跟 in spite of 后面加名词，这是尽管虽然的意思。这个是片语的写法，写完就逗点了，后面就句子。如果写子句就会用这样子，接子句我们就会用 although 或者是用 though。 有一个概念要小心， although 只能放在句子最前面， though 可以放在句子最前面，也可以放在句子的中间。好，我们看这个例子。 Although it was raining, we went out for a walk。 虽然天正在下雨，我们还是出去散步。这是子句的写法，这是片语的写法。那第二个，同学这个地方可能会弄不清楚， regardless of， regardless of 是什么？它是不要理会、不顾、不管的意思，跟这个虽然是有不同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下大雨，他根本就不甩下大雨，他还是去爬山，这个就要用 regardless of。 好，用这个就是跟虽然的意思很，虽然很穷，可是他过得很快乐，这个时候就要用这个。好了，说明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补充。这个 though 有另外一个用法，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克洛兹测验常常会出，它可以当副词放在句尾，它的含义就等于 however， 不要误会了哈，放句尾的 though 一个字而已，它就是然而的意思。我们看例子。 It is hard work， 那是很难的工作，可是呢 I enjoy it， 然而我却很怎样，很喜欢，工作很难，可是我喜欢，有挑战性。好了，第二组表示举例的两个 unlike 是不像什么，这个也是写完逗点后面就接句子了。但是 unlike 跟这个同学又容易混淆， dislike 是动词讨厌， unlike 是什么？当介系词用，不像。Like 就是翻成像， unlike 是不像，这个要注意一下，不相同的。好，那 just like 就像什么一样， just 是额外加进来补充的。这个就是有关于让步跟举例的一些大方向的内容用法说明。现在看活用。第一个， her mother's disapproval，disapproval 是名词，不同意。那么它的动词呢叫 disapprove， 那这个就是它的动词，不同意。 She still married the poor guy， 就是说尽管他妈妈不同意，可这女的呢仍然跟这个穷困的这个家伙，穷困的这个孩子结婚，硬是要嫁给他。好啦，你猜这个用什么？要用这个虽然的意思。好，用 despite。 OK， 我们就把答案给他写下去吧。 despite， 可是有的同学写太快了，会写成什么？ despise。 好，第二个答案就 in spite of， 这个区别在哪里？despite 才是虽然， despise 是不对的，这个是动词，瞧不起人的意思。所以呢这两个差一点点容易疏忽，老师写出来给同学做参考。第二题， ages 是年纪， sexes 是性别， everyone is welcomeTo join the Spring Screen Music Festival， 他说啊，不论
你的年龄多大，不论你的性别是什么，每个人都受欢迎，很欢迎来参加这个春天的呐喊，这个 Music Festival 音乐的一个节日。 Spring Scream 今年的这个春天的呐喊人数就越来越少了，已经移到小垦丁去了。好啦，我们现在来看答案要用什么，答案就要用这个啦。不要管你的年龄多大，不要管你是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参加，所以要用这个 regardless of。 这样讲解之后呢，同学大概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好，我们把答案给它写下去吧。 regardless of。 再看第三题，用比较的了。就像什么一样，就像运动一样。好，这个是片语，写完逗点，句子在这边。我们先把片语先给它完成吧。就像运动一样，我们就是 just like exercise。 exercise 可以当运动，好，它是名词。后面句子主词充足的睡眠，动词也是，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好，注意，这叫主词补语， be 动词后面称为主词补语。我一步一步的把答案写出来。充足的睡眠可以用 plentiful， 这是形容词，充足的，也可以用 sufficient， 充足的，写不出来就写 enough。 好， sleep 这是主词，接下来我们要写动词，也是 is also， 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不能只有写说 we need， 不可以啊。 we need 这是一个句子，你这里有动词，这里有动词，这是两个句子，所以一定要有个连接词。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英文就是用 what， 这个地方同学是很容易出错的。好，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事物，英文就要用 what we need。好，那在什么方面需要？维持健康方面，这个是片语，要移到最后面写。好，在什么方面？英文要用 in， 介系词用 in。 好， in keeping health， 或者是 keeping our health。 OK， 名词前面加所有格，保持我们的健康方面。充足的睡眠也是我们很需要的东西。 OK， 这是用对比的 just like 所做的翻译。好，让步跟举例的一个片语介绍。